台股大力多哪些股票买了就能赚呢？先选对产业，你就能够赚得到钱。啊，冲冲乐的冲冲乐，冲冲乐的冲冲乐啊！涨停板啦！按赞、订阅、留言才能赚涨停板，没错。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急诊室，我是爱丽丝，欢迎我们万通国际的徐明兄老师。爱丽丝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现在台股现在在高档震荡期，那现在很多投资朋友都在心惊惊哦。那哪些族群呢，是买了就可以赚钱呢？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我相信大家都想要知道。来，我们先看哈，这个是，其实昨天费半哈，它创历史新高，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台股今天其实也创高哦，但是今天那小涨了10点，哎，其实不错了哈，因为现在在高档地方哦，能够维持哦，就已经算不错了哈。因为现在大盘来说哈，那么指数现在推升的很少，但是个股它的差异性很大哦哈。好，我们先看一下，像大成钢是钢铁股，大家都想说现在的钢铁是不是回来了？哦，我跟大家说哈，你稍微在。稍微再等等，你不要着急，其实买股票就是不能急，像如果说景气来了，那投资朋友会说，老师，那我要等什么呢？你要第一个，我们先看，如果说景气来了，那种基础建设来说，应该是从美国那边先来看，因为中国现在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消费力很低，是，那对，所以现在他们喊的经济数字都是用喊的，那说实在不知道是没有一个数字真的是能够相信的齁。好，那美国那边的话，这个大成钢他在美国那边有子公司齁。他而且现在子公司也扩厂已经完成，开始有大量在生产了齁。这是大成钢，我认为这张股票其实它非常不错齁，因为它几乎每一年都赚大概3-4块钱，它都可以算。它算是稳定成长。很稳定成长，没错齁。它的殖利率也很好，也很高，而且是一家蛮优的公司齁。那这家公司我认为啦齁，这张股票如果钢铁股有机会的话，这张股票绝对你一定不能错过齁。是。大成钢。好。好，下一档。那我们来看齁，昨天跟大家讲英业达齁，因为昨天大家买不到，今天买了大家都套牢。套牢。哇，今天很惨齁，今天成交量有39万张几乎啦，大概齁，这个39万张就是有人卖出去嘛齁，有人买嘛齁，啊买的人今天都是怎么办，套牢啦齁。好，没关系。其实这样股票套牢，那说实在的齁，也蛮担心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现在目前为止这还是个题材 ,IP 齁，他们跨入 IP, 那现在目前为止题材能不能看到他们的效应，就是说他们的营收高，让他大幅度的高成长，可能没办法。是。齁，可能还暂时还没办法齁。所以这样股票那手边现在如果套牢齁，那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也可以到那在 YT 齁，或是赖生活圈来留言都可以齁。那我才会知道，那我才会有更多，那我来告诉你怎么样来操作齁。底下留言老师会回复您哦。还有 IP, 这个系统店 IP, 我昨天还特地说齁，我们只要欣赏就好，欣赏不用花钱，不用花钱。你如果冲今天冲进去了，想要分一杯羹，结果不是，是羹被人家分走了齁。好，那系统店我昨天跟你说齁，你就是欣赏就好，你不要买齁。那这张股票你就观望就好了齁。那么要买的股票我还有告诉你嘛，就是要买什么，就是要买预创。预创今天也是拉回齁，拉回 0.7, 哪、拉回是。如果拉回要早买点。如果这张股票它未来它有机会齁，它因为现在目前为止还亏损齁。那为什么要买亏损的公司，它如果亏转盈的时候，代表它整个体质完全在改变。是。所以那这家公司其实它现在的低论，他们做个 IC 设计低论来说的话，现在算起来齁，那已经销库存差不多了，接下来就会有急单，再来就是稳定的单。那你如果听到急单的时候，那到了稳定单的时候，股价已经在追，已经是天花板。已经天花板了齁。啊，加上这档股票现在目前为止它也是 IP, 齁。好，那它目前为止我认为它未来它的空间还有很大，还有很大的空间哦，齁。好，那这张股票那么推荐给你，那我也会时常来跟你公开操作齁。是。那拉回，如果这张股票它的产业是对的齁，
当然拉回就是要找买点。哦、是。来。那威盛今天其实他今天有大力有利多、哦、他的 IP 厂他其实 他当然也是 IP 厂。但老师他的利多为什么会变成说他今天有跌呢？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他高档在地方、哦、他已经震荡有一段时间了。是。哦、那么今天趁着、哦、那市场就是这样子、哦、那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人、哦、他们趁着现在有利多的时候他在中国那边推出 CPU, 哦，就是中啊，这是说的吼、哦，就是说在中国大陆里面推出最强的一个 CPU 吼、哦，那反而今天是大跌吼、哦，是好，那这档股票现在目前为止我先不要做，因为它已经破线了，破线的话已经有在破底了，那当然是短线上不能操作哈、哦。那我们来看，来华勤这档股票，我认为吼、哦，这个这很蛮有机会的哦，你可以看，其实它是慢慢往上推升，因为它现在它当然是板卡。哦、现在比特币涨到现在已经42000多块板卡、哦、加上现在它是 AMD 的它的供应商、哦、那 AMD 现在的 AI 那现在也要来跟 NVIDIA 跟它竞逐、哦、抢霸主、哦、好那华勤也是它的帮手之一、哦、所以我认为这档股票是蛮有机会的、哦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档股票这是有昨天有送给你今天目前为止、哦、这也是 IP 哦那这个现在今天有拉回我认为是一个很好拉回是早买一点的哦齁。那你如果想要的话你也可以没关系可以到赖生活圈那你再打加一我一样送给你这张股票齁、哦。来。那么三雄呢这是不是三雄齁、哦、我认为啊现在指数在高档齁、哦、那其实他们这些股票都已经拉回了我认为齁、哦、这些股票那当然是很有机会齁、哦、因为他们的市场需求在那所以你就不用太担心广达啦伟创啦技嘉这几档齁、哦、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感谢老师的分享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财经资讯欢迎加入老师的 LINE 和 Telegram。另外别忘了老师 YT 个人频道已经推出了然后我们这礼拜六早上10点半会上线我们熊来风台股记得锁定哦。我们财经急诊室下次见咯拜拜。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人在善导寺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欸同学你现在耳机里听什么歌啊我在听这个。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欸太有 sense 了吧。拜拜。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好。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